recall the past real vaguely。 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以前都是学 E 技能去压他，他觉得应该是 W。 哎呦，那我学 E 了。破个骸骨吧，让他下个大放 W， 我再 E 他。啊，换血还有点亏呢。带的饼干和鞋子，放 W 我们就 E。看他补这个刀，补这个刀就会被我轰到，不补就算了，给个眼吧。男枪是这样的，男枪是这样的。我失去耐心了，我要你在哪里？打他两拳。我要吃了，毕竟是在一波打两波，先把这波兵线给。先把这波兵补能不能把他把骗他把线推过来，我快六了，这波要反打必须得等六了。太六了，没事，等一下我的技能。老是被他这个横扫很难受。多平 A 回血。不行，感觉得回家再跟他打。闪现慢了，这波全打不出去了，我尽量在靠近他，但是他移速太快了。天飞鱼，先露两手，然后再发炮吧。
在干什么？怎么突然飞过来了？那我给了呗，我还能怎么办啊？我看对面这技能教的，我都不想反抗了。强风吹过狼獾毛发的跑得好快啊！感觉我应该先大，那现在破败得 A 三下才能触发，那第一时间他触发不了的。我在赶哦。这咋整？这得回头打。知道我在里面，一不到一刀能杀。这莉莉亚太痛了。应该回家了。我怎么一拳打死两个？是挺近吗？电脑的 bug， 可是是我的双杀，打完回放一下这波吧，好奇怪。撤吧，撤吧，撤吧，撤吧。什么技能啊，还没开始打我要死了，这玩个毛，游戏还没开始呢我要死了。还行吧，我还把他闪现给打出来了。我他妈点错键了，我闪现挺近，一捏一会好了，一交太早了。不然我看看他能不能一个卡莎试试，啊不不不，一个这个侠试试，技能按太快了，打龙吧打龙吧。好样的。
我感觉一墙开会打不过呢。如果把塔拆了，就不算墙开了。我不知道乱七八糟什么技能啊，我的血手就触发掉了。我这里是拿上去的，对面如果靠过来的话。不是在 OB, 你知道吧，这里是拿上去的。如果对面是冲过来了的话，还行吧，有人来擦屁股了。 A 不出来啊，他跑太快了。哎呦，你来追吧，我不追了。我拆的真的很快啊，肯定一波了呀。是吧，阵容不是很好发挥啊，没有上拔那样冲来冲去啊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